今日上午，伫嘉义县政府举办嘉义皇家胡伦社捐赠子宫颈抹片巡回医疗车捐赠记者会，由馆长温正良受证，并且回敬感谢声，感谢嘉义皇家胡伦社联手友社对嘉义县的奉献。国民健康署署长吴兆军亲自到场见证这历史的一刻。馆长吴正良表示，嘉义县人口老化、民风保守、医疗资源欠缺，子宫颈抹片车是推动偏向妇女接受抹片检查的最佳利器。这台车捐赠是由嘉义皇家胡伦社发起，透过胡伦全球奖助金、国际合作的韩国胡伦社以及台湾地区嘉义社、嘉义南区社、嘉义阿里山社、神华兰心社、嘉义东南社、台北社西社。桃园霸凌胡伦社顶被赞助社，也阁有胡伦 D370、D360等两个地区的指定基金，做伙捐赠大约400万，有效会改善偏乡地区女性的就医环境，提供优质可见的抹片检查服务，让体检会当延续加菲医病，共同守护家己人健康。因为我们是个全女社的，全部都是女生的这个胡伦社团体哦，所以我觉得子宫抹片车由我们来做这样子的捐赠是非常有意义。那我们在捐赠想要捐赠这台子宫抹片车的时候，其实我们全体的社友是非常支持，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女生该怎么爱女生。那比方说妇女她去参与这样子的检查的时候，她也会告诉她的老公，你是不是也该要去做一些检查了？可能不是在今天，可能是在这一个月，可能是在下一个月，所以我们可以从最开始病灶还没有开始之前就能够这样子做一些处置，那对我们的医疗健保的费用负担也都会相对的可以降低。那整个造价高达400万，那我想大家知道很多台湾的这些疾病啊，那透过早期发现，那早期治疗，那整个存活率跟痊愈率非常的高，所以检查对台湾来讲现在已经变成非常重要的项目。那行动医疗车就是检查，那检查当有状况的时候，我们后续的追踪跟治疗，那我们有一整套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包括整个标准作为流程。所以今天有这台子宫颈抹片，对于女性的保护，包括子宫颈癌，那我想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希望当这辆车出现的时候，那我们所有的护理那多多来使用，参与我们的行动医疗。那复合式筛检。行政院顾问陈冠廷则指出，过去伫日本留学时学着，公共医疗当中偏向医疗上大的利器，就是医疗行动车。感谢这次胡伦社捐赠子宫颈抹片巡回车，造福偏向妇女。李卫生局长赵文华说明，这台车将结合行动医疗以及体检、夜间、假日设站张掖18项电池行透透，让妇女免搬车就近接受检查。未来将结合子宫颈抹片巡回医疗车将检查直接送到各传递。郑义贤本就是嘉义县彩虹报道。宠爱妈咪购物庆开跑喽！这奥义当然找嘉义优先水产，24小时全家下单取货，很方便。跟着我来买吧！喝康玻璃斋，消费满699就有机会抽到小家电，再抽出一位幸运儿，西半同享马可老师母亲节大餐。嘉义优先水产就在全家好生动，让你宠爱妈妈多一点。
One。You can also have products.我们台湾现在正遭受中国这个强权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过去捷克也有同样的一个遭遇，所以我相信啊，因为有同样的遭遇，所以大家彼此都可以感受得到彼此的这种心情跟处境，跟怎么样去追求自己国家的独立跟自由。未来的国际合作，那我们会陆陆续续，那会跟各国来做具体的MOU， 包括相关的交流。我们希望今天捷克代表团到我们的亚创中心来，是台湾的无人机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一步。One.